有人吗？是租房吗？ 我家住在去往八达岭的一个村子里，房屋是明代的，很安静。这儿离河北没多远的路了，所以从小就没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北京人，更没因为它归北京管而感到自豪。 在我5岁那年，我最要好的伙伴洋洋有一天忽然失踪了。妈妈说她去了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叫做天堂。我于是天天盼着能去那儿找她，可她再没有回来。慢慢的，我就再也不和任何人说话。晚报，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，晚报，北京晚报。 早就跟你说过，那心理医生开的药根本就不管用，他都吃了半年了，不还是不想上学吗？你看，把前面2间房腾出来，开家农家饭馆，再把这报亭顶出去。你休想打这个主意！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洗衣服呀？你小点声，别让人听见。 一开始你就不该租给他。哎，你看看这张是不是假的？不就占50的吗？那你也不看看，一天才能挣多少？ 他要是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活泼就好了。小乖，咱们睡觉了啊！哟，不许跑！快，快啊！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？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那街坊，二大娘。什么戏啊？看这出戏传统戏，哦，很好啊。50年后，人后宝箱，这个戏拍的，就是我母亲的一座非常高兴。还真看懂了，哎，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。哎，大嫂子，散步去啊？附近田野里有个乐队。这戏你听得懂吗？ 我给你讲讲吧，你看那个女的，那是杜十娘，哎，杜十娘啊，她是好人呐，名字也好，杜十娘。哟，陈哥，啊，每天都在这放风筝啊，天好就过来，一放十几年，撒不了手了。来北京几年了？我算算啊，3年零。 05个月，工作找好了吗？我不打算找了，还是飘着好。让我放会儿吧。哎，那给你，你来吧，给你。哎，这么着，你呀，你。 你就拉着他往前跑，往前跑！哎，帮我抱着小白，小白，别跑，别跑！快点！真好玩，陈爽，陈爽，我走了，焕然一个人在家呢。
你快回去吧。知道了。你也来玩。这个雪燕阿姨长得好像洋洋啊。来，我猜洋洋长大会像她一样漂亮的。我挺喜欢她，可妈妈好像有点烦她。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知道他们家孩子有抑郁症吗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前两天我在后海看见彭磊和别的女孩在一块儿。你知道吗？我高中没毕业就来北京找他了，他现在这样对我，你还让我去他们家面对他们一家三口。合同是你签的，你不干可以啊，好多女孩排着队呢。哎，等一下，走那么急干什么呀？呵呵，加钱行。房价在涨，指甲也在涨，可看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。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。你去我酒吧做大堂经理吧，那儿可比这儿好多了。开玩笑的，你让我去作秀啊？是让你去管人的吗？我那个经理跑香港混去了。北京晚报，你看咱俩一起做。晚报，今年你先入干股。报亭还没到转让的地步。北京晚报，再说我也不缺钱。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。那你患然看病吃药，不都得用钱吗？你还想让他上学吗？晚报。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他要听吗？北京晚报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，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。于是，勇敢的石猴划起了竹筏，踏上了拜师学艺的征程。石猴终于到达了仙山方寸山。他敲了敲山顶道观的门，见门开了就跪地拜师，逗得道童大笑不止。随后小道童领着石猴就去拜见了菩提祖师。焕然，你困了吗？焕然，他总是爱往那屋里跑。焕然，别逗他了啊，他该睡觉了。化个妆吧。是你自己画的吗？太过分了，真是有病。它不是你养的兔子啊，走。
个呀？一人吃饭就好了。这怎么行啊？我屋还有两个菜。哎，这样我给你下厨做两个吧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等着吧。哎。陈哥，来，我敬你。我先干。尝尝怎么样？不错，你林姐做菜太香了，我整得跟扒烟块似的。那你要是喜欢啊，你们家厨房我包了。再说了，林姐那么忙，她哪有心思做饭啊？她呀是越来越差劲了，我让她把报亭顶了，她就是不听，还老嚷着往城里搬。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又安静，空气又好，跟世外桃源似的。是呀，陈哥，我觉得你应该出去走走，你呀太闷了。去哪儿走？旅游吧，咱一没钱，二没那个兴致。到城里吧，又没我们的生存空间。陈哥，你要学会自己找乐嘛。你陈哥做菜好吃吗？啊，这菜是我做的。是吗？好吃吗？不知道合不合陈哥的胃口。我去监狱找你了，可是警察跟我说，
你已经被枪毙了，死缓改成了死刑。后来我又去了你们家，伯伯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到风情城租了间房子，直到我妈去世我才回过一次家。五年前我听同学说你出来了，我又去找了当年的狱警，可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。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我妈贿赂了警察。我给你写了很多信。林姐带焕然去了哪家医院啊？六院，听说治心理疾病挺出名的，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调查。我见过那些上镜的医生，水平也不怎么样。其实我看焕然挺好的，就是不太爱说话呗。晚报晚报，北京晚报。哎，雪岩，你说我要是把这报亭抵出去，找几个朋友开间酒吧怎么样？晚报，北京晚报。你看我这是不是有点儿做梦？那你就要问问林姐，她愿不愿意了。晚报，北京晚报。哎，陈哥，我给你按摩吧。好啊，那我自己可省事儿了。晚报，北京晚报。舒服吧？北京晚报。哎呀。晚报，哎呦呦，北京晚报，怎么样？晚报，北京晚报。晚报，北京晚报。干嘛？你还会给衣服绣花呢？早上你媳妇看见了吧？这衣服我还没穿呢。穿上还不得绣更多？有茬是吧？林姐，哎，雪岩。怎么了？最近我们房子想装修一下，你看，你是不是先找间房子住？
我们去哪儿啊？真去酒吧上班啊？小朋友，挺长时间没那么高兴了吧？怎么不说话？他想干嘛呀？我挺讨厌他的，他总想讨好妈妈。哼，小白脸。高兴吗？今天？信息告诉我他和那个女孩上床怎么怎么爽，说那个女孩悟性比我高，上道比我快。哎，你也不错嘛，像小桥流水。别像他了啊。我12岁就和他在打谷场上睡了，8年了，8年抗战那么困难，都胜利了，可他连解放战争都等不到。自己看着办吧。那天晚上，妈妈哭了一夜，爸爸也不知去哪儿喝酒了。雪燕阿姨一星期都没回来，我隐隐的感觉到他们出了点问题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一点也不恨雪燕。难道就因为她长得像洋洋？
姨。走的时候我很想哭，可还是憋住了，因为我觉得不说话的孩子是不能哭的。焕然，你别跟着我，陈爽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坐牢我也不会跟你离婚的。要签的是他们离婚了我才给你钱，现在你只是勾引上他了，我就不能给你钱。我不干了，你的计划也不成了。林兰，林兰，你听我说，林兰，林兰，林兰，你听我说，林兰，你听我说呀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以前是我这的服务员，几个月前就走了。你认识他？你别装了，我什么都不想听。林兰，林兰。我多么希望这旋转的风车能带我到天堂啊！妈妈说这需要走很多年的路，但我一定要到达那里。我要找到洋洋，和他结婚，生一大群孩子，永远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。忍受那些苦痛和伤害，风儿带着你去飞翔和遨游，只要你想到了风儿，就想到我。